我的天哪，你见过这种软乎乎美捏捏的蛋仔吗？有人把它们剪开，发现里面竟然有一只黄金狮心熊。据说拿着它去小卖部，老板就会送你一个蛋仔大礼包，里面还有6只不同颜色会逃跑的蛋仔，真的太神奇了。不是吧，竟然还有这种软绵绵的小蛋仔，把它给剪开，那就里面发现黄金狮心熊。只要拿着黄金狮心熊去找小卖部老板，他就会送我一个蛋仔大礼包。这个大礼包里还藏着6只不同颜色的会逃跑的蛋仔呢。好想拥有这种蛋仔大礼包啊，听之前想要拥有这种蛋仔大礼包的小伙伴们点个赞赞。这么多人都想要，那我赶紧去小卖部看看有没有这种软绵绵的蛋仔吧。走走走，拿着我的0块钱。咦，老板在那干什么呢？你在看啥呀？蛋仔，哇，好可爱啊，这就是我要找的软乎乎蛋仔。你的10元一个圈，好重都拿走。老板，你怎么越来越坑啊？今天我钱没带够，再来2个圈吧。猴子们，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投中啊，快给哥哥我今天小红心加加油吧。从瞄准再投，投！我投的也太准了吧，一下就投中了6个。不好意思了，老板，这一下我就全拿走了。日本猴子们，咱们寻宝去。哇，这些蛋仔好软呀、你从哪买的这么萌的蛋仔啊？这个可是我套圈圈套来的，听说它们里面有黄金狮心熊呢。黄金的，那岂不是很值钱？咱们赶紧来找一找吧。我要先来一个我最喜欢的粉色小蛋仔。他的表情看起来好委屈啊，不知道小肚子里面藏着什么宝贝呢。烟，哇，这身体里面是奶油啊。我洗，怎么有一包东西掉下来了呀？它是粉色的，我要去洗洗。哇，是一只粉色的小蛋仔啊，还是磨砂质感的呢，好少女心啊！没想到第一个就被我抽到了。为什么呀？你还不是没有抽到黄金蛋仔？哼，再来一只粉蛋仔，这一次啊，我肯定能抽到。尖，奶油挤出来。再多奶油里怎么什么都没有了？现在到我来抽了，我要抽这2个黄色的蛋仔。这2个蛋仔长得好呆萌啊，眼睛就像2个小豆豆一样。尖，不知道能不能抽到黄金蛋仔？咦，这条真的是不可描述呀！我来戳一戳。啥都没有，第二只黄色小蛋仔，你可别让我失望。捡开它，出来吧。刚才那个黄色的东西是什么？这好像也是个蛋仔，更可惜的不是金色的。先拿去洗洗。这只黄色的蛋仔跟龟龟那只粉色的蛋仔长得一模一样，不过比它的壳厚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呢？我也没抽到黄金蛋仔，现在只剩2个黑色蛋仔了。那就快把它们剪开看看吧。这个黑色蛋仔黑眼圈也太重了吧！我捡，戳一戳，啥都没有。现在只剩最后一只了，这只还长胡子了吗？剪开吧，我急。有东西掉出来了，赶紧来瞧一瞧。金色的，赶紧去洗洗。猴子们，它果然是黄金狮心熊哎！哇，它竟然一个眼睛是金的，一个眼睛是红的哎！它应该值不少钱吧？沉甸甸的，肯定超值钱！快溜，马上能到小卖部去换蛋仔大礼包呢！饿得我怎么赶紧去换 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猴子们，蛋仔大礼包给你们兑换来了！赶紧看看礼包里有什么吧！打开礼包，粉红色的蛋仔，表情好委屈啊！还有一个满眼都是爱心的蛋仔呢，这个好可爱呀、这只蛋仔也太呆了吧！这只黄色的蛋仔比刚才那只还呆呢，还有一只黑色的蛋仔，蓝色的表情好贼啊！宝子们，这六只蛋仔你会选哪只呢？评论区抽一位点赞的小可爱，还可以把大礼包送给你。我的天哪，你知道这种蛋仔派对抽奖卡吗？竟然有人在里面抽到了限量版黄金卡，据说拿着它去小卖部找老板，他就会送你狮心熊大礼包，礼包里还有6只迷你熊，真的太神奇了。不是吧，竟然还有这种蛋仔新宝卡片，只要抽中里面的黄金卡就能拿它去兑换狮心熊大礼包，大礼包里面还有6只迷你熊呢，太可爱了吧。好想拥有这个狮心熊大礼包。欢迎宝子们，我们一起去小卖部看看有没有蛋仔派对卡片。不知道今天小卖部老板有没有出来摆摊。走走走，咱们赶紧找他去。等一下，你怎么又换地方了？蛋仔派对，这个不就是让我找个抽奖卡吗？20元不还价，你当我瞎呀？座上面可是写着1元一包呢。这样吧，给你100块钱，这一天就让我全拿走吧。嘿嘿，小伙伴们，我们寻宝去喽。蛋仔派对卡片怎么这么多呀？豆哥，你又乱买东西。这可不是乱买东西，只要在这里面抽到了黄金卡，我们就可以用它去兑换狮心熊大礼包。那可是限量版呢，一个大礼包里有6个小熊熊呢。这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咱们赶紧来抽抽试试看吧。抽哪个好呢？先从中间来一个吧。4，把卡片拿出来。哇，有好几张呢，翻过来。一张 SSR 的梅海海龙舟套装，哇，好可爱的青青英子啊！小神女优莱雅，闪闪发光的，太好看了吧！还有布偶狮呢，大腿根也在。
在这里啊。不过可惜了，这袋里面没有黄金卡，再来一包。裸仔套装，不过我菠萝的眼睛也太大了吧！上班呀，套装好萌呀，还有万圣满小花呢，斑马乐乐好可爱呀。最后一张是超赞熊，来抽第三包。这果冻史莱姆看起来怎么那么像一颗洋葱啊？哇，福珍阿丽，还有蒸汽机和医护白白。第三包里面也没有抽到黄金卡。虽然咱没抽到黄金卡，但是我可是抽到了超多的 SSR 卡片呢。你这手气也太烂了吧！有本事你来抽啊！我来就我来。来看看是什么卡，贝雷短裙套装。这个锤头鲨怎么一点攻击力都没有呀？大脚精灵的耳朵也太大了，这套简直秋叶我喜欢。哇、哦，沙的熊王子好萌呀，好像一根软糖呀。顿顿服务员长得好憨憨呀，可惜了这一包里面没有。没问题，咱们继续。华夫小矮人头上还带着华夫饼呢，这只群喵挺可爱的，这一套套装还挺绅士的。再来一包，不是。哎，这张怎么跟其他的卡片不一样啊？难道是稀有卡？哇塞，果然很炫彩啊！梦幻雪花铃，头上还长了一个花呢。哇，七人爸爸好可爱啊！四叶草纸牌兵也挺萌的。裁判灰灰是一只小狗吗？这胆小鬼一看就很胆小。宝子们，抽了一堆卡也没有抽到。你不也是什么都没抽着吗？说不定是你买的这堆抽奖卡片里面根本就没有珍藏卡。我才不信呢，我要一口气把它们全给抽了。对了对了，宝子们，我们能用这个手势同时点赞和关注吗？听说啊，只有1%的人能做到呢。如果你们能做到的话，我就会给你们点小心心的。废话不多说，咱们继续来抽稀有金卡。撕开！哇，这一张蟹船长就很炫彩呢。鹦鹉芝芝、彩虹糖魔女、蛋糕龙格格、玛卡小芝芝、巧翠骑士。如果抽到你们喜欢的蛋仔，就在弹幕上扣一波一哦。晴天水波蛋，哇哦，好闪呀！这一套是雕塑套装、炎夏套装。又来了一个激光特工，幻影狐、瞌睡羊、抹茶游侠、熔岩巧克力猎人，还有这种猎人，甜心猫罗拉、草莓冰、超酷音乐小王子，这样抽啊实在是太慢了。接下来咱们加快速度。哇，这个音乐园长好酷呀！这玛卡小饼干看起来也太好吃了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宝子们，现在就只剩最后六包了，已经抽了这么多的一叠卡了，我还是没有找到限定版的金卡，会不会是在这最后六包里呢？赶紧来找找看吧。现在就只剩最后一包了，这么多卡片里竟然没有一张金卡，最后一包要是再找不到就全浪费了。一起来见证一下有没有奇迹吧。又是哈特精灵，又是点月秋叶、马卡龙小海盐，还有瓢虫苗苗。嗯，是什么金卡？不是，还真是手动换的金卡。小伙伴们知道金卡上面贴着蛋仔叫什么吗？抽了一个小时终于抽到了，快走，赶紧去小卖部买世界熊大礼包。世界熊大礼包给你们兑回来了，真的和视频里一模一样啊，还能看见里面藏了好几个小熊熊呢，赶快把它们给拿出来吧。嗯，一只肉色的小灰熊，这一只更萌了，金黄色的、粉色的、银色的，这一只黑眼圈也太重了吧，最不好惹的一只出现了。评论区抽一位点赞咱们小卡，把这六只小熊熊外加狮心熊大礼包一起送给你们。